二零二三一箭双雕艺术季，今仔日十月十六日起，在七股岩山甲七股游客中心盛大开幕展出，为欢庆台南四百，交通部观光署分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以下简称分嘉南管理处）特别邀请三丽鸥三大明星 Hello Kitty、酷企鹅、蛋黄哥一同齐聚台南来庆生。迈入第十二年头，一箭双雕艺术季，配合二零二四年台湾灯会在台南首都于冬季举办，展出自十二月十六日起到明年三月七十，横跨圣诞节、新春甲元宵等重大节日，邀请大家跟着三丽鸥大明星明欢全场，体验分嘉南幸福白色浪漫氛围。分嘉南管理处许宗明处长表示，我们今年的一箭双雕的活动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三丽鸥的几位大明星，包括我们的 Hello Kitty， 还有我们的酷企鹅，还有蛋黄哥，来到了我们的七股岩山。我们这次除了 Hello Kitty 还有那个蛋黄哥酷企鹅呢，骑着我们的自行车，搭着我们的岩铁，然后去我们安平古堡，或者是说我们赤崁楼，还有我们台南各地的这些风景区据点，当然也去吃我们非常好吃的海鲜美味，当然也有去吃将军的洋香瓜，当然最棒的是也品尝了我们御景的芒果冰。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也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包括我们的蛋黄哥也跟我们的黑面琵鹭去一起共同的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我们这边也有非常丰富的招潮蟹，酷企鹅也跟着我们的招潮蟹去那边比大小，我们很期待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这边看看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些人文生态，还有我们的盐田文化。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艺术创作，包括我们的海肺艺术，因为我们云嘉南地区滨海地区有非常多的海洋废弃物，我们把这些废弃物蜕变成一些艺术作品，包括我们的今世世纪，或者是说我们的爱情的算计，都是透过我们的海洋废弃物把它蜕变成艺术作品。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的各地的这些游客来到我们七股岩山，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看看我们非常棒的白色浪漫的这一些一箭双雕的作品，欢迎大家。台盐公司副总经理李杰汉表示，仅代表我们台盐公司欢迎大家来莅临我们七股岩山。那这也是我们台盐公司在我们这个市政府还有我们的云管处的指导下哈，第十二年来参与这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盛会了。那，随着我们疫情的解封啦，还有我们这个府城四百的这样的一个行销活动的开展，那可以明显的看得到我们七股地区的这个旅游人潮已经逐渐在回温当中。那我们尤其是这一次的一箭双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横跨了这一个圣诞啊、元旦，还有春节，甚至到元宵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旅游的档期啊，我想应该会带给我们这个我们的七股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观光动能带来更大的一个动能。那我们台盐公司也配合我们国家档案局在现场有这个盐业文化盐业展的一个活动展出，也欢迎各位我们的游客来一起来参与啊。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近几年来整个这个活动最密集最多的一年了那也期待我们的旅客游客能够在这段期间呢能够有新的这个旅游的体验，那也来分享我们府城四百的历史的荣耀。那再度的谢谢大家来莅临我们七股岩山，祝我们今天大会成功，谢谢。大拇指，同时大声的倒数3、2、1。2023一箭双雕艺术季，三丽鸥大明星畅游台南四百正式开展！哇，我们看到 Hello Kitty 还有酷企鹅都来到我们。今年结合一箭双雕艺术季，
交2024年台湾订会推出多条两日三日游团体行程，要搁搭配高铁台南主算旅宿自由行二日游，凡订购者会当得到台湾好行西聘快线车票、台南市高级观光旅游优惠票。前100名订购者选项有优惠价，分嘉南在地业者也同步推出作者套票优惠方案，好康行程，一箭双雕也是贵，好看、好拍又好玩。欢迎大家可到可乐旅游官网报名，透过多元行程来探索台南48双雕风采。活动期间还有很多系列活动，更多丰富有趣的活动资讯，欢迎搜索分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